本节目由有品有趣有热爱真心真意等你来的京东超市独家冠名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光临今天的创客少女屋，我是本周的代班店员林佳慧。还是老规矩，欢迎我们今天依旧美丽大方、灵动可爱的顾客们上场。欢迎大家！下面就由他们来说出今天带可字的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可算来了创可少女屋的季少言。因为我宿舍的舍友们全都来过了，就剩我一个人了。这回也不只是带着我自己一个人的心愿来的，就这帮人有点过分，列了一个清单来，还要圈出来是大桶的。Hello， 大家好，我是渴望从此不再吃沙拉的许潇寒，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吃了一个月沙拉了已经，对，所以我们要吃正餐，我要吃炸鸡，有点过分，说实话。Hello， 大家好，我是渴望大吃一顿的灰灰。为什么渴望大吃一顿？因为我感觉我每天都吃不饱，我每天都吃不饱。眼里对你这么不好，还让你吃不饱。体能消耗太大了，每天都饿着一点肚子太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克西丽娜一高，渴望为我们宿舍的成员带一点东西回去。是这样吗？我可不相信呢。对，我们本来来的之前是想说我们合作嘛，谁赢都可以带走东西，但是今天我们发现好像我们都看上同样的东西。对，那个抱枕我们都看上了，但是抱枕这样的东西可能不太好分，反正一会儿看谁先抢到。大家好，我叫林内正乃心，我是不懂中文，但今天我可以赢。哇，好。Hello， 我是渴望自由，渴望光着脚丫在大商圈逛来逛去的，就走在四叶草。听说你们很多人是不是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是的，上次他们给我辣条，你吃过吗，奶奶？我还没。来来，是不是一种神奇的味道 ？Amazing。我试了，很好，好吃，但是我觉得太少，所以今天我想要全部都是辣条，抱着走，跟更多辣条回去。接下来大家都迫不及待了，就拿上我们的购物篮，开始选购吧。不要！哦，真的是这个好可爱！哎，什么东西？出来！出来！这是我的，我的，我的！你去拿那个，这个很可爱，给你这个。给我这个啊！那我先把粉的拿了。那你先拿，不要被西林抢走了。西林。哎呀，那个粉的，为什么给我留了个绿的？明明是我先说要的。西林，这个跟你好搭哦，这个绿色的。为什么？不一样。我拿两个。我拿两个。这个货系才十可币，我这一磅辣条30可币。为什么吃的这么贵？我想问一下。这帮人列了一个清单来，还要圈出来是大桶的。这什么？这个有点可爱啊。哎，这个好好看。一分钟倒计时啊！完蛋了，还有一分钟。我喜欢这个。这个非常喜欢。小 B， 你还记得你的舍友清单呢？但是没有时间了呀，我他们一定希望我拿这些东西的。还有最后10秒钟，夜灯在哪？我想要一个夜灯。灯在哪？谁能告诉我？五，先四，先拿为快，三，二，
那现在来看一下各位美女都选了些什么吧。清单里面还是有两样东西在的，威化饼干、泡面、辣酱、小火锅、巧克力豆。威化饼干，威化饼干，你是不是心虚？威化饼干，饼干吗？全是饼干。我其实我刚刚看上的那个萝卜，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好可恶，因为我在去能量站那边去帮大家去看零食的时候啊，你们就跑到那边把两个都抢走了，给我设下一个绿色的。没有。你来讲一下你为什么拿着箱子。因为我现在行李有点太多，我怕我告别的那一天。我怕我走的时候我行李带不走，这但是我不知道它多少可币，1000可币。你以为你的很便宜吗？我的多少？800可币。800。小草，我们留下打工吧。小草，我们留下打工吧。我在家等你。好了，愉快的购物时间呢已经过去了，现在进行可币挑战赛，下面我们就进行分组。有我有奶奶，我们有默契了，对，我们已经是我们一起的。说出你们的队名。大家好，我们是消炎正统组合啊。消炎，有了我们腰不酸了，腿不痛了，心脏也不跳了，有点油，对，有点油。一二三，跟着我们远走高飞，带你飞。大家好，我们是可尔必胜，打败你们。这么可爱呢。好，下面呢就进行我们的第一个游戏，同步向前吧。同步向前吧，每组学员穿上协力板同时进行过杆挑战，每组有2次挑战机会，是成绩最好的一次哦。过杆成绩最好的一组将获得一个金手指哦。一二三，左右。哎，我以为会很难哎。啊嗨，小意思。一二三，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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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吐了，等一下，我吐了。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小意思。来，一二三，左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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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灰同学已经成功过关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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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那现在要不要降低？那就第三个吧，我觉得他们也不能那么，他们比我们高，他们比我们还高。 OK， 我们就这个一米二。 OK， 开始吧，加油。一二三，走。一二一二，有点低啊。好难好难，这也太难了吧。你扶着我啊。走走，右右，头头头，我拉着你了。灰灰都对眼了。小心小心小心你的表情，小心。好难。你蹲着吧，你蹲着稳一点。你扶着我啊。表情哦，表情管理哦，要美丽的过杆。啊，来走左。一二三，呀！远走高飞组最后的成绩是1米2。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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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这组是采取比较缓的进攻，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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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往前一点，多往前。哇！我可慢一点慢一点，我算了，好，可
漂亮，可以漂亮。我动不了。少女偶像，少女偶像，少女，你少女偶像。好，再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右脚往前，左脚往前，右脚往前。啊哇！快往前走。往前跳，往前跳，往前跳！少女偶像匍匐前进，可以了，成功！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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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再这样，再撇开一下。腿真的是太长了，不叉着它不行，它得下叉。哎，你劈个叉，劈个叉，这样就过去了。这劈个叉就推过来了。头再歪一点点。哦，哇哇哇哇哇！哦耶！哇，下下下。等一下，让我站起来！让我站起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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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你往前走，往前走，你往前走，往前走，可以吗？我说，我说鞋往前走，不是你往前跑。哦，鞋往前，往前走，左脚。慢点，慢点，你好。你去前一点点，前一点，前一点，一点，走 ，OK， a bit， 我们这腿腿腿腿，再往前一步，右腿，对对，有 ，OK， I'll hold you， I can't do it， 哎，哇，你们要高一点吗？还是说继续挑战？我们换位试试看，第二次挑战开始。他真的太高了，他在抖动。哇哇，可以可以可以，加油！啊，等我一下。我又拉了。笑死我了！哈哈哈啊啊啊啊！大家为了这个游戏有一点太拼了，耶！打成平局了，怎么办呢？还好我有两根击球纸，来，一人一根，太好了。下面呢，我们来进行第二个游戏，命运卡牌。命运卡牌，每组按照顺序依次抽牌，按照卡牌上的指示，两人同时做出相应动作，保持先前动作的同时不断加上新的卡牌动作，无法保持动作的队伍出局。在本局游戏中获得第一名的队伍可以获得400可币，第二名的队伍可以获得200可币，另外一队可以获得100可币哦。金手指使用规则，将金手指指向想要取消的动作，金手指即可起效。两人手背碰着卡片，那我们这个手就废了。相信我，sling sling sling sling， 人中身长，人中身长，好惨，这很丑哎，要全程保持。啊、哦，我好怕！用头和背将卡片夹住。哦，我背，可以吗？哦，保持住，保持住，侧一点，侧一点 ，OK。我们是最好的一组，太幸运了。我们是最轻松吧？那你们会很累的。没关系，我们的手是空着。赶快快点，腰很酸。露出上排牙齿。我还好一点。日榜边缘独耳什么？哦，一人一个肩膀，有一个耳朵。我来。好像是很像个弱智、啊。
人的手碰着队友的右肩膀，捏捏 ，Yes， OK， Go。右下巴和队友的肩膀夹住盘，啊哈哈哈，夹住对方肩膀，我们好 easy 呀。一人将卡牌用胳膊，啊，什么意思？一个人用那个胳肢窝夹住，我来，我来，我来。哎，两人十指向上，这只手，人啊，两人用脸颊夹住卡牌 ，Oh my god！ 我们还是少女，少女吗？将卡牌夹在一个人的膝盖窝里，哦，我的妈呀，做不到啊！呀，手指，我要取消，哟啊，取消成功。请唱一句韩教练的歌曲，我想要杯咖啡，咖啡加上朝晖，右手肘抵到卡片上，那我改吧，这样刚好。将牌放在手背上，放上去，我握住它。一人左手碰右膝盖，双孔盆放在胳肢窝里，不要胳肢窝。啊啊！完了完了，卡片掉了不？哎、啊，淘汰了。哎、啊，我们两个好难。每句话后面都必须加一个哟哟。好。拜拜喽哟！拜拜了哟！用手指碰自己的嘴，两人各自一条腿互交叉。我的妈！哇，绝了！怎么可能？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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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OK。哇哇哟！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一二一二，一人用嘴叼住卡牌，来。还有最后一张，最后一张，加油，加油！啊，太难了，一人单膝跪地。哇哇哇哇！慢点慢点慢点，小草，你要跟我拼吗 ？Oh my god！ 对对对 ，OK OK， 回去然后就成功了。太难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小草加油！奶奶加油！哇！哇哇哇哇 ！OK 了 OK 了。哇！等一下等一下。奶奶用头粘住的这张卡片已经被浸湿了，已经皱起来了，太拼了。 OK， 现在游戏呢已经进行结束了，两组的最后情境是悬崖一剑，两组打拼。耶、yeah! 啊、好辛苦 啊， 啊太难了、啊、哎呀呀、哎、我们就是陪玩的，我们是在线陪玩。现在呢，来看看大家都挑了什么，然后可以带走什么。就挑室友的两个吧，一个巧克力豆，还有一个威化饼干。我需要玩，所以这个刚刚好。我有一个姐妹杯子了。对，我就拿一个我自己的抱枕，还有为我们的寝室带回去的最需要的奥利奥。一白辣条，奶奶还是忘不了她的辣条。还有十五十五十，
那我们这边就很可怜的只有100，那我就把这个抱走好了。其实我刚刚是看到这个护膝，然后想起我们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说的一把泪一把汗。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主题曲的那一趴，然后我们尾期七个人当时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是最差七人组嘛，然后每天练舞都练到凌晨两三点钟。但是我觉得那一段经历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让我值得之后再去仔细回忆的东西，也很开心我们最终还是上到了舞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好好练舞的，我感觉接下来很长时间都可以用得到它、yeah. 因为我们下一场公演要来到了，然后跟大家一起见证成长。每周一三五创可少女屋，大家一起来把人中身住。听说你们很多人是不是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是的。上次有带回去零食吗？有，火鸡面。他是我们宿舍第一个去的人，你知道吗？那天因为我们的拳馆姐姐呢，他们工作又很辛苦，平时也是特别的勤奋，就是时常的会来检查我们的零食，也不是说检查，就来探望我们嘛。然后就是来探望。对对对对对。物品呢上面都会有一个创可的贴子的官方认证，就是一个官方认证你知道吗？然后就我就每次把它摆在我的行李箱那里，然后打开光好像一个宝藏盒一样，拿你拿你拿不走吧。天啊，我好幼稚。那是不是创可少女屋就是你们的官方唯一进货渠道？对，其他地方拿不到，所以大家都很想来。